我们有一天都与你生活在一起，永远分享在教会的慈爱。我们同声祈祷。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领受上主的美善，参拜上主的圣殿。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上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声，求你怜悯我，扶荫我。上主，我千万张扬你的慈言，求你不要转面不顾。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上主是我的光明。现我虽然我是亲人在我身上所结出的光硕果实，现就表达我们对过世亲人恩泽的永怀感恩。拜谢王清理，主祭校男率军笔一束向父亲灵前行隆重的三跪九叩礼，答谢亲恩。军笔一束，请跪下。人人有祖宗代代相传，祖先生父母，父母赐我身体，赐我血肉，赐我五官，仿佛饮水思源。一束叩谢亲恩，一叩首。请起立。
父亲抚养我，疼惜我，管教我，爱护我，关怀我，父亲养育之恩永难忘怀，全体属请跪下叩谢亲恩。忆叩首。起立。父亲，恩高过山，矮深过海。羊之跪乳报恩，乌鸦一只反哺心意。全体一束，请跪下叩谢亲恩。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请起立。前我到罗东圣母院举行弥撒，因为到宜兰的这条高速公路常常塞车，所以我会提前一个晚上。那我知道他们会安排。也不要要求别人按照我的方法
这个哀伤期的长短都是靠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可是不是关系的结束，那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的。花开不是为了花落，是为了要绽放。Happy birthday to you.
九烟。九烟，等一下，你们两个不要一直吹了。健康，啊，事业成功，万事如意，家里美满。小贝贝健康，我们是健康。好，好。video 是我们三个上辈访问他的啊，在当中呢有两位他的女儿跟他一起来到山上去扫墓，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我爸爸只给我们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爱，确确实实啊，伯多禄弟兄他爱天主爱人爱他的太太爱他的所有的子孙，所以他是一个满满幸福的人，我们看他的九个子女，还有19个孙子，大家都是有所成就，而且都是奔向天主，以天主作为人生的最好的指引。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这个 video 里面说，我们伯多禄弟兄他是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康运动，而且呢能够有身心灵的健康平安和喜乐，他真的不想麻烦任何人。所以各位如果今天可以看到这一张单张里面，就是我们伯多禄弟兄他自己所写的自传，是一个很好的传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为国家所做的努力，作为一个外事警察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呢他尽忠职守，而且他也当过这个严家淡前副总统，后来当了总统的警卫室的主任，为国家尽忠尽力，也使得他在忙碌之余很少的时间能够照顾子女。可是刚才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小女儿说，他即使再忙还是要把时间给他的家人，真的是令人感动。所以他们全家父慈子孝，然后兄弟姐妹互相亲相爱，真的就是伯多禄弟兄他的带领。在今天他的传记当中有说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几件事情，我想这是给我们教友们今天来参加这一个送他最后一程的教友们最好的礼物。他说我们要做到三好四给五和，三好就是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来吧。四给呢就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社会有多和谐啊，是不是？五和就是身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社会安全和谐、世界和平。我希望我们大家带回去这个三好四给五和，让我们国家更富强，让我们社会更安和乐利，世界更和平。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追念一个我
们天主教的典范，也是我们骑士爵士团的串团的团长。那我们追思他的同时，也恳求他在天上为我们大家祈祷，希望他保佑我们台湾能够平安喜乐，也所有的人特别是在座来参加他的这个殡葬弥撒的好朋友们，大家都能够拥有天主满满的爱。谢谢。副总统、夫人，还有各位亲朋好友、客卿的贵宾、省长、修女，还有爵士骑士团，还有各位教友、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家父的殡葬弥撒。那家父的话本身是一个喜欢带来喜乐、喜欢关怀别人、喜欢自己独立。那其实他的最后一程也是如此，不愿意造成家人的负担。那么，所以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尽量通知很多的人啊，但是今天教堂坐了满满的人，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那这边的话也谢谢我们的协助我们办这次殡葬弥撒所有的礼仪人员、摄影团，还有好朋友苏老师种种的，因为你们的协助，让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我们的一个回忆。我们下面这三鞠躬，谢谢各位。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据耶稣说过，我就是复活的生命，现在我定即便死了仍然活着。我们把你白道路的心托付给天主的兄弟，一起为他祈祷。你曾借洗礼的水祝圣了他，求你赐他天主之你的圆满的生命和幸福。我们同声祈祷，主，求你赐给他永远的安息。曾用你的圣体圣血滋养了他，求你也接待他参与天国的欢宴。我们同声祈祷，求你赐给他永远的安息。你为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曾亲自经历了死，也战胜了死亡，求你坚定我们对他对永生的信仰和期待。我们同声祈祷，主，求你赐给他永远的安息。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Thank you.